咁啦，第十題啦，俾幾個 number 俾你，咁咧揾 C 嘅值。咁啊 ，given 咧個 median 咧就係61嚟嘅。咁我哋可能要寫低依幾個 number 啦，56啦，62、73。暫時唔知個 C 係乜，咁但我知道個 median 咧係61。咁我話個 C 應該擺邊先啱咧？咁好明顯啦 ，C 就唔會喺依個位置嘅。如果喺依度咧，咁你冇可能領到個 median 係61。咁亦都唔會喺 ED 位置，咁好大機會咧，就係56同62中間，先令到咧個 median 61會蝕喺依一度。咁所以咧可以寫低啦，應該係咁樣排法嘅，56啦 ，C 啦，跟住62啦，跟住咧73，咁先可以製造到咧個 median 係61。咁好 straight forward 啦。咁 C 一定係60，我哋直接觀察到佢60，咁咧就唔使寫咁多 equation， 即係唔使搞咁多嘢嘅啦。依題咧直接可以寫低 C 嘅60就可以。咁所以呢題咧，其實訓練大家訓練同學咧，佢哋識唔識得 median 嘅定義咧？61就擺中間嘅，要擺中間，同埋咧要諗一諗 C 係放喺幾格裏邊邊一個位置，咁咧用邏輯推理咧就推翻個 C 嘅值係60出嚟。